家的掌声，谢谢。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，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哥俩孪生兄弟，双胞胎，英文叫 Tooth。 不，你先等会儿，我们不是咱们俩倒痛快 ，Twins。Twins， 对呀、啊，我是弟弟、哎，我叫郭亮。站在我旁边这位，介绍我了，这不是外人啊，我的亲哥哥，是，他叫郭阳。对、啊，我们两个人的相声作品都是我哥哥自己创作出来的，自己写呀、啊，每天没别的事儿啊、嗯，就是在家搞创作。对，就因为这个创作，现在还没搞对象呢。说这干嘛呀？您说我这当兄弟的，我看着他打光棍，我能不着急吗？着急啊，这事儿我得管呢。怎么管呀、啊？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朋友。我给我哥哥做回主，当回月老。如果台下要是有还没结婚的、还没有女朋友的小伙子看上我哥哥的话呢，咱们可以直接联系他。你这儿找姐夫来了，上这儿？不是，我这没说完呢。啊，那个小伙子身边有什么妙龄少女呀、表姐表妹的，岁数跟他边边大的，看上他跟他直接联系。绕这么大弯干嘛呀？这行不行啊？当然好了，没办法，各位，从小到大他什么事儿我不管呢。你管我什么了？你这人说话黑了心了。怎么了？你把手放后边。什什？你放这儿。你拍拍良心。有良心长后边的吗？哎，没我你能当上哥哥吗？我当上哥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咱甭说别的啊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儿，说呀，咱哥俩从娘胎里刚出生那一刹那，你这记性可够棒的啊！就我就记着啊，你在前面，我后边踹你出去那脚，你知道我费多大劲？合着我是你踹出来的？哎，我这一脚体现出我这人品来了。你什么人品啊？先人后己，无私奉献，乐于助人呢。喝家一套一套的。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。那倒是啊，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呢。我谁呀？我跟你说一远点的啊，远点的，这人叫孔龙。谁？孔龙。你说的这是人类吗？孔融让梨呀、啊、还王八舔桃呢，还怎么出这孔融让梨。孔融，孔融，对对对，孔融，科翁孔西阿荣嘛，这怎么拼上来的呀？这个孔融让梨，就这故事跟乐于助人、爱管闲事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这故事没听过呀？咱说的不一样吗？话说四岁，孔融聪明伶俐、乖巧懂事、巧言妙答，真乃奇童。嚯！可父母感情不和，天天骂，天天吵。小孔融看此行行，这事我得管呢。一天，受惊吓的小恐龙来到父母面前，用他那稚嫩的声音对父母说道：“哦，说什么？我说您俩有完没完呢？这孩子吃头发了是怎么着？天天骂，天天吵，这有意思吗？要我说，你们这日子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，离。恐龙，让离。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知道吗？就你这还不如我那王八舔桃呢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”最后孔融拿这梨砸一缸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没听说过、每个人都想有成绩，对呀、都想给社会带来福音，造福人民。我也是。哦，你也是。乐于助人，从小做起，不因善小而不为嘛。呵，一套一套的。你看那天我上楼下买烧饼去 啊，站好了队，排好了，等着吧。啊，打对面过来一小伙子，哇，光着个大膀子，戴一大金链子，身上全是纹身呢。哎呦，冲着老板，你给我拿六个。哦，要六个烧饼。老板一看他，二话没说。给他六个，嚯！没给钱，扭头他就走啊！哦，我一看这事儿，我得管呢。这事儿都敢管、这欺负老实人呢？哦，我跑上前就说：“嘿嘿嘿嘿，哥们儿，欺负老实人可不成，是是不是？人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、再说你这么大个子，这点钱你给不起吗？”说得好，你赶紧把钱给人家。他说什么呀？你给我滚犊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我这儿呜呜喳喳的，你哪嘎子刺激你跟我说。我一拳怼死你，你信吗？还怼死我？那你信吗？我能挺住。不是，这不露脸，兄弟。啊，你说打我就打我呀？啊，哎，你当我什么呀？哇，你动我一汗毛试试？今儿你动我一根汗毛，我讹得你连裤子都卖了，你信吗？嗨，你说这都没用。我一说这话啊，
他当时就怕了呀。哦，给钱了，薅着我脖领子，叭叭叭叭叭，大嘴巴就呼啊呼啊，就跟不要钱似的。哎呦，186个，怎么还数着呀？他让我数的，你这不活该吗？嗯，这时候那老板可就过来了，哦，把我扶起来了。哇，小好了，小伙子老好了。嗯，我谢谢你啊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以后我儿子再吃我烧饼，你就别管了。说半天那是他儿子呀，你说你又削不过他。哎呦，你看他给你打的，哎呀妈，都胖了。哎呦，都给打肿了。行了，孩子别搁这儿了啊啊，滚犊子。嚯，走吧。多可气，各位，您听多可气，我帮助他，他不说啊，白给我几个烧饼让我尝尝。嚯，跟他儿子一块欺负我呀？爷俩没一块揍你就不错呀。憋着这口气我就上了公交车了。哇，刚一上公交车没坐两站，上来一老大爷。哦，我一看这事我得管呢。哎，这得让座，我得给老大爷让座啊。是啊，我老大爷您坐我这儿。嗯，哎，不用，谢谢你小伙子。没事，老大爷您坐我这儿怎么了？我年轻，站一会儿没事啊。哎，你们年轻人一天工作也挺忙的，还是你坐吧。真好。大爷您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您就坐我这儿怎么了？真的不用，谢谢你。哎，大爷您岁数大我岁数小，我站会儿真的没事，您就坐我这儿怎么了？谢谢你小伙子，不用，您就坐这儿，谢谢你，不用。这时候那司机跟我急了，说什么呀？我说您俩有完没完呢？啊，这车厢里总共就你们俩人，瞎让什么让啊？你说这不闲的吗？啊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啊，兄弟我得说你两句了。这热心肠啊是对的，但是想好了，咱可别给人当帮倒忙，知道吗？我帮什么倒忙了？啊，我帮什么倒忙了？你别裹乱呀。那你说刚才那小编导，我要上春晚，有小编导啊，坐那儿哭了，你说我管不管啊？哟，他哭了，那是得管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呀？啊，领导说他了，给三位评委写的这介绍词啊，哦，写的不是特别好。我说那你别哭啊，是我帮你写呀。哦，拿过笔拿过本，咔咔咔一写，3分钟，按照快板的形式我给他写出来了。小编导倍儿高兴，我这事管得还不错呀。各位我跟您说，今儿我是没带板，我要带板我给您各位唱唱。哎，别介别介别介啊，3分钟写一小快板，有辙有韵。对呀，啊，赞评委啊。那咱们这儿有板啊？哪有板？咱们这儿有板啊。你这还有板呢？你这话说的，这是哪儿啊？中央电视台，我要上春晚呀！你别说一副板了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？我要媳妇儿。我给你要板，我给你要板的。来来，李姨帮拿一下来，拿一副就行了。哎，你麻将你。哎，来一副就行了。好嘞，这够了。行，别看了，嘿，别看了。来吧，咱这快板展示一下吧。不是真唱啊？真唱啊！你自己写的怕什么呀？对，我自己写的，我是我不怕呀。啊，来吧，来了就来呗。啊，我还得鞠个躬。说老梁。哎，得唱词儿啊，我就唱老梁。好，老梁是一个高血糖。谁呀？不是那个，老梁是一个低血糖。那也不行啊，反正高低他得有血糖。我说你这儿体检来了，上这儿。嗯，老狼他老梁，不是老狼。老梁他知识多见识广，多好啊，对于相声也内行。好词儿啊。我祝老梁啊身体健康。再来一好词儿。身体健康吧。不会别的。嗨，什么意思？怎么这么巧哟？老梁旁边是柏林。哦，柏林老师本事大，是吹拉弹唱说瞎话。谁呀？吹拉弹唱都不差。对呀，他有一个弟弟叫卓别林。卓林知道吗？啊，不是卓别林，叫卓林。哎，
跟我们俩人一样，对，是亲兄弟哥俩。哎，您这都没板没辙远都。我住柏林哦，越来越好，好。萨瓦迪卡，这都什么呀？这都是，都挤着成泰国人了，都给。嘿，一没辙就这个，怎么那么巧？哦，我说阿牛，嘿，阿牛，好。别老看我行吗？别看阿牛个儿不大，对，但他的歌可传天下，有的是好歌啊。小苹果，洗刷刷，什么？这跟阿牛没关系，你别胡说，连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他那首歌，哪首啊？用马来西亚的天气哦，说爱你，这好歌啊。拉萨萨扬，嘿，拉萨萨扬萨扬嘿，嘿，里哈诺加州乌，拉萨萨扬萨扬嘿，拉萨萨扬，嘿，拉萨萨扬萨扬嘿，嘿，里哈诺拉州乌，拉萨萨扬萨扬嘿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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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呀？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，敬礼，你别敬礼了你。